我劲儿可大了，那你使劲来一个。哦哦，可以，哇，可以，好脆呀、啊！你要实诚，对不起。有红印儿了，看，有红印儿了。《明兰如梦》上头了，上头了呀！可以，可以，接了，接了，好，接了好，接了好，那再上头。手下留情啊！我看 Q 哪儿没底了，嗯、你再帮他补妆是吧？ 这个最实，这个最上头了，明白了吗？上头了，还赖到你头上了，我真是。没想到你一个币，沙哥一个币，你俩真是。有好友，够了。哎，欢迎欢迎，漂亮，你们好，不错，感觉不错，你们感觉怎么样？感觉怎么样？ 这一趴我又累又没劲头，你下边没有吗？有吗？下边脸是分秋后的，脑袋嗡热，你再给我打岔。锅拌饭拌匀，吃圆白菜，吃打糕，吃蕨菜，吃香菇。哪有香菇啊？这个晚饭里有。 哦，拌饭里头有。拌饭里没有。好难啊！有点已经难度有点升级了啊，难度有点升级了。我估计到白洞那边。这边得拿个放大镜看了，我的妈呀！吃海带，吃蕨菜，吃豆芽。里头里头。吃鲅鱼。 鲅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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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吃石锅拌饭，用筷子喝辣牛肉汤。完美诠释，还有表情，完美诠释，真的是。这到后边主要靠演，我发现。吃拌饭里的米饭，吃胡萝卜。胡萝卜，拌里的胡萝卜，拌饭里的胡萝卜。没有胡萝卜。拌饭里面有胡萝卜。你让人拌匀了，然后再一个个找出来，确实有点难。太难了，这个。很遗憾，周深挑战失败。哎，很遗憾，看着我跟姚 PD 关系不是很好。给你出这么难的题，怎么回事？请问植入什么？植入台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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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先说，我爱骑那个，我先说台铃，我爱骑的，我先说的，我喜欢，我喜欢，每天骑，不骑难受。我们喝完 MC 就骑台铃。周深正确。咋的呀？不录了？哎呀！大米饭、包子、生煎包、蒸饺、蒸饺、蒸饺、杭州小笼包、热包、叉烧包、小笼包，六个叉烧包。我第一下就说出来包子。广式叉烧包。你白头鹰都算鹰，这个包子还不算包子？他们不都是包子吗？包子。周深正确。关键喊不过他们，喊不是吧？你不会也是六吧？嫦娥，再晚一点你可以回家了。我也觉得。背背了，两组人先到这里。一没有，二没有，三没有，四没有。谁说没有？然后他放下拖把，走了一圈。白梦妍，你是美女。你这个动作我跟你讲，你重新跳舞。
大家好，我是男高音歌唱家周深。一般我都不唱歌，我也不会就是像郑恺先生一样唱带出这样的徒弟，不像郑恺先生一样唱整部歌剧，我都是大家唱完了然后我去结个尾，我都只会唱一首歌 Time to say goodbye、啊、好的，对，我也是刚刚唱完过来的。对，年灯开，来，过来看。你们是不在意伴奏的是吗？你们是不在意伴奏的是吗？听伴奏，有听伴奏，听伴奏。完全不在意节奏，没人在意伴奏吗？我接上了，至少。这个时候就不耳朵不要听伴奏。艺术家容不得一丝的瑕疵。但我是对上了。没有。我也没有对上，我这个团长不干了，我。再来一下。贵阳对于一位朋友来说意味着年少与懵懂，因此在得知我们要来这里拍摄之前，他也提前为大家推荐了贵阳的好去处。作为东道主，需要你帮我们填写一份推荐单。我的，你想推荐大家去的贵阳场所有，那就说贵阳人必去的地方吧，黔灵山、猴子、花溪十字街。以前我们去花溪骑单车去烧烤，贾秀楼是我印象非常深刻的，青云路美食街很好逛，一切的生命新区吧。哦，你想推荐大家吃的贵阳美食，因为大家都熟悉的是酸汤鱼，但是我也是今年回家才知道大家已经现在最爱吃的是酸汤牛肉火锅。落锅素粉一定要吃，素粉是只有贵州有，肠旺面、糯米饭、哦，辣子鸡、烤鱼、烧烤，各种土豆，对，因为这都很好吃。真的，其实贵阳是一个宝藏。贵阳的好去处，就请周深来揭示一下这份承载着年少记忆的推荐行程。啊？什么？哇！哇！啊？什么？什么？为什么不是我写的那一张？金融的美食界，这个生命结束。为什么不是我写的那一张？我写的里面其实这里只写了黔灵山公园。哦，没有黄果树瀑布。没有。所以为什么会有黄果树瀑布呢？所以那这一份推荐单是谁的呢？所以不是。让我们欢迎孙楠老师。孙楠老师出来吧，欢迎孙楠老师。哎呀，还真的有啊！哎呀！欢迎欢迎！啥时候改唱歌的？欢迎远哥，欢迎！哦，聂远老师写的。其实今天为我们推荐的不只有远哥，接下来这份推荐单才是我们要重点展示的。前面这个录的都是白录吗？什么意思？你让远哥说了得有20条，结果远哥说哦，前面这些都不用，都是白白录。是这意思吗？是的。制定这一份推荐单的朋友被誉为贵州的骄傲，他是天籁之声的拥有者。这真孙楠老师了，真是。贵州也是他音乐启蒙地，在刚刚过去的兔年春晚上，他的歌声也给全国人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。欢迎孙楠老师。有请周深为我们来揭开这份推荐单。那我们刚才在干什么？白录了。无语。这也不是你的，是我的啦，这再不是我的过分了吧，一样的，我直接撕对吧，跟蛋糕一样的。哇，这应该这也不是你的，这也不是你的。天哪，这样的套路你们要玩几次。天哪，这个场景我好像在哪一期似曾相识，我过生日的时候也是这样。